欢迎回到史莱姆农场 Season 4 Day 2 第二日。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我发现这个任务的系统还没有更新啊，以前的更新速度有这么慢吗？ Range Exchange Offline 它其实不是任务系统，它是交易系统。不过我好希望之后史莱姆农场可以到一些像是村庄之类的地方啊，你懂吗？然后他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史莱姆啊，然后出第二个新的大陆啊之类的，你懂吗？就像是神奇宝贝那个样子，关都地区啊那种不一样的 feel 啊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Pluto 卖一下，我发现这个版本体力的需求更需要了，因为你只要顶一下它就会不停的走不停的走不停的走。这声音好愉悦哦，有一种重金属的感觉，终于不像是便便了。 Yeah，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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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逃出来吧坏爸爸坏爸爸，这些小鸡是我好不容易养大的，好不容易养大的黑黑，这是要贡献给爸爸王的，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跑出来把他们给吃掉嘞？哎呦，看样子还没有伸出攻击哎，没有攻击。我想要提升一下我的黑力够重伤。哎呦，他现在会写 sold out 的，终于不会像是以前的版本上面那种空空如也的 feel。我想要飞，好，我现在可以飞了。然后，哎呦，你又想出来，进去，撞进去。哎呦，饥饿的脸。不行，要让 Bob 开开心心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吃完早餐了齁，还是很饿。可是不行啦。好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可怜可怜的表情嘛，吃嘛。哎呦，你们这些 Bob 真的是啊！啊！吃东西。好啦好啦，都吃饱了哦。啊、爸爸出门咯，在家里乖乖的顾家哦。那个 Terry 进来要干掉他哦，拜拜。好，走，我们出门去。哎呀，嘿，哦，啊，超准，果然是史莱姆大师啊，Professor 史莱姆。好啦，今天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要把，我们要把那只大的史莱姆给喂爆。你们在偷吃什么？我偷吃我采下来的果实。我们要把大史莱姆喂爆，喂爆它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矿石区域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全新的史莱姆。哦哦哦，公的公的。嗯，我要先把你带回家吗？让我思考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钱做鸡舍哎。好，那你就先在这里，不要乱跑呢，好好待着哦。我之后还需要你。哦，水果成熟了。哦，有一只史莱姆很厉害，跳上去了。我记得以前的史莱姆都跳不上去。他是史莱姆界的王者，眼睛在哪里？他没有眼睛哦，在这里。哇，非常非常厉害，他跳跃力超惊人的。你看其他的笨笨史莱姆，我想要吃东西，可是我上不去。可是这一只，现在史莱姆都变得那么猛哦，跳跃力大大提升哎，好厉害哦！一脚吸起来，吸起来。我觉得这样子的 carrot， 也就是胡萝卜，应该已经够了，20块，够了够了，走，史莱姆王拿命来！真的，我真的是要你的命，我没有在乱讲。你好像已经昨天吃了30根了，对不对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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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oom！哟，超多钱钱，是 Stony 耶！有图鉴吗？有有有图鉴。哎呀，嗯，好啦，你们都吃都吃，我要的是这一把钥匙。哒哒，有了，我们拿到了我们的门票，我们通往新世界的门票。我有说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石头的声音吗？我听说过好多次了，可是那石头声音真的很棒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超爱这个新改版的石头音效。还没有 tier 出现，还不能够让我大展身手。还不能够让我大展身手。胡萝卜，吃，你们都吃。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了，
我需要的是全新的区域，全新的史莱姆。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！我还以为是坏人呢、欸，坏人在这才对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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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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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以前我们看得到我们的左手吗？你看我们在咔嚓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会那个哎、欸，会搬动那个扳机哎、欸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以前会吗？可能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detail 吧。哇 ！Open Sesame， 芝麻开门呀！来到了新的区域，对这个世界观来说是新的区域，可是它其实挺旧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哟，会有冒出新的史莱姆吗？没有，特别的史莱姆都不会从这里出现。我今天要带新的史……哦，什么声音？我还回嘞。哎呦，这是啥 ？Odd Onion， 奇怪的洋葱，就是这个新的农作物。I wouldn't trust in this island. Onion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 Slimepedia 史莱姆维基百科。看一下哟。Source， 这个，第一次改版 0.3.6 全新版本的新的作物。I wouldn't trust this onion. 我不会相信这一个洋葱 ，even less so than a normal onion. 尽管它跟一般洋葱比，crystal slime， 哦 ，crystal slime， 新的史莱姆的名字吗？矿石史莱姆，哦、啊，水晶史莱姆 ，crystal， 这是新的史莱姆最喜欢吃的东西啊。Odd onion can be only be featured in the wild from and the 它只能够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找到，这个地方区域叫做 Indigo Quarry， 只能够在这里找到，然后它是没有办法种植的吗？看一下哦 ，can be found， 对耶，它没有办法种哎，我们带回去试试看，好特别的东西哦。啊，所以矿石史莱姆就一定在这里咯，是这些吗？这些叫做 rock slime 啊，还有痛，我记得这些叫做 rock slime 啊。你看，对，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熔岩史莱姆，哎，都长大了，没有小只的吗？哎呦，我总觉得哎，这是大只的，好大只哦，我不是要找大只的，我要找小只的。所以不在这里。我想要找到 Crystal Slime。敌对，不会不在这里吧？我都找到他喜欢吃的东西了，很有道理，他会出现在这里吼。我觉得我们离他越来越接近了。要是不在这里的话，我就真的毫无头绪了。这里是矿石区哎，他不出现在这里，要出现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那个我一直念错的哦，出现了，欧卡欧卡。我要他西瓜念 Coca Coca， 一直念，可是他其实叫做 Oka Oka。 哎呦，痛！哎呦，他们现在会瞄准人攻击吗？但我觉得他们变得异常威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冒出来了，他也会出现在箱子里。哦 ，Rock Slime Coca Coca。有了，好了，扣卡扣卡嘞，在这里带回去种植。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 Rock 奖。然后那个神奇的作物真的好少哦，它就会出现一颗这样子哎。Puddle Slime， 你先过去，我要图鉴。Giu， 我只要图鉴就好。在哪里？会不会是在要飞过去的地方啊？幸好我们已经买了可以飞的。你看前面有很多很多矿物嘛，对吧？一定就在那里。哼，过来了，很多欧卡欧卡。哎呦喂，真的，你看，它在长。可是那家伙在哪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
我们要找到新的史莱姆。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吗？没那么简单。铁出现了，铁出现了，秒杀哎！哇，好猛哦！攻击。没有什么。带在身上，还是要再往前走。前面已经快没有路了，真的会在前面吗？不好意思，结果呢？我在寻找新的史莱姆 ，Slime Hunter。这是新的 BGM 吗？不对，是旧的。可是总感觉它的音乐更丰富了，有这种 feel。找到了辐射史莱姆。出现在哪里呢？勾起我的好奇心啊！更多的欧卡都是一般的，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？Rock Slime， 不见，还是它就长得跟一般 Rock Slime 一模一样？不对不对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哦，都是钱钱。292块变成332，还好没有很多。嗯，他的牛掉下去，没有，没有，睁大眼睛看拿神，他们就长得一模一样，还是他们其实不一样？不对啊，他们是一样的生物。哪里过来？还是要晚上的时候？搞不好是晚上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对，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一回事？时间性，不然就是他们很稀有，稀有到不怎么会出现。哎，这也是有可能。今天的 Hunter 什么都没有找到，这里走过去是施工中。嗨，施工中，回去吧。我们晚上的时候再来。先回家把一些东西放一放。哎呦，这边有箱子，啪叽。嗯，走吧，回来了。带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吗？没有。看可不可以种东西好了。我们现在有300多块，超穷。有任务了。嗯 ，Tabby 跟攻击是有一些啦，几架，能架，三架。对哦，它可以换什么？先确定之后再看吧。就是换一些烂的东西，换，好像没有很好哎。来，攻击你继续回去。呱呱呱！要吃晚餐了吗？对哦，对哦，还没有喂豹们吃晚餐呢。我今天带了一个特别的植物回来，今天吃吃看这个我从遥远国度拿回来的东西吧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它看起来好像很想吃哎，你看哦。你就是那个哭哭脸，就是你，哭哭脸，哭哭脸过来，来来来，给你吃，哭哭脸，嗯，好了，大家都吃饱了，很好很好，矿石给我，我看看我可不可以做个养鸡农场，这样子里面也有东西可以吃哦。养鸡农场我们建在这里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之前。过去的例子都把养鸡农场建在这，这已经是习惯了，已经是习惯了。养鸡农场250块钱，进去吧。然后公鸡进去，公鸡过来。其实公鸡不用那么多，就一只就好了。可是放他们在外面跑也很不对劲。进来，努力交配哦。然后晚上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一个小农庄的话，需要多少钱呢、啊？250块，还缺一些钱。嗯，好，走，我们去赚一点钱钱回来。如果可以的话啦，用这个一般的行吗？就决定了用这个一般的。哎呦，一般的也是钱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荧光的出来了，代表已经到了晚上了。好啊，我们绕过去吧，绕过去看看会不会遇到那个。嗯嗯嗯，都变大只了。哦，我看
小鸡好像都死光光了哦。我现在身上没有鸡，非常……你看我听到那个声音了，身上没有鸡在哪里？你们有听见吗？那个叮叮叮叮叮的声音，黄金史莱姆，可是我没有看见。哎，哦哦哦哦！好了好了，别怕别怕，哦，还有一只，别怕别怕，解决了解决了。我们要填充一下我们的弹药库，还是刚那个铃铃铃的声音是那个、啊？是恶魔史莱姆？会吗？恶魔史莱姆哪会冒出铃铃铃的声音？我觉得刚刚应该是一只黄金史莱姆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？留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吧。刚刚在右边右方，我记得我的右耳听到了铃铃铃。大家可以倒带回去听一次，因为现在我正在玩，没有办法倒带。来到了晚上，看一下那个矿石史莱姆是否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我感觉都很正常啊，这都是一般史莱姆啊。Rock， 哎呦呦，这边有只鸡，带着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不是。不是，还是有新的区域啊，就是可能你要干掉哪只史莱姆才会出现的新的区域，搞不好是你。我记得你以前屁股底下有一个传送门，可是那个什么声音啊？哇！可是那个传送门是通往家里的，没记错的话。荧光史莱姆熔岩，你的家伙是 Rock 吗？都是 Rock。没有长得不一样的啊，大家都长那个样，究竟是什么样子啊？等等等，哦，哎，这些小家伙攻击性真的是越变越强了。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点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，哎。哦，这是 rock， 这个也不是矿石啊！啊，矿石到底在哪？哎呦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，体力好像不太够。OK， 可以了，没有矿石啊！真的不在这里耶？那你？那你今天要我空手而归？这样子我怎么对得起豹们？这样子真的不在这兒啊！跑到水里了，所以之后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探险嘞。可是如果我是作者的话，我一定会把它放在这里啊。我不放在这里的话，我要放在哪啊？还是他们跟，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跟 Hunter Slime 一样很稀少，稀少到运气很好才会看到他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是很有可能性的。我好像还没有捡过这种黑 hand， 哎，捡过了 Stony hand， 没有，我没有看见。全新史莱姆的踪迹，看样子比我们还难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难发现呢、啊。不在这里，打道回府，回来了。没事，271块钱，好像够嘞，可以来喽，试试看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在农场种植呢？欸、可以啊，啊，可以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长出萝卜哎！哇，还长出萝卜哎！哦，可以种植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啊、为什么页面上面写不能够种植？不然就是我眼馋，一定是我眼馋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能性呢？
哦，我还以为就不能种植，哎，可以种植的话就好啦，我们就可以养。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只史莱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养那只史莱姆。搞不好是在这里面的新区域。不行，我要上去看看。现在，哎，现在已经12点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上去看看。都已经讲了，怎么可以拖到下一集呢？他们有职业道德，你说是不是？到了，到了。这里哪有新区域啊？有黑黑跑出来了。这都是一样的区域啊，那边还是一样的一个点。啾啾啾，这里也是一样的旧区域，搞不好它是重生在这里呢。感觉哦，因为这里以前真的是太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这一条路，对，我在猜，也许会在这一条。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开这个地方，我们过去那里可能说有点小小作弊，所以我只是过来看看而已。我们还是要用正规的方式，虽然这样子飞过来，我觉得其实也算是正规的方式哦。作者都让我们可以上来了，何来不正规呢？但是我还是想用花钱的方式进到这个地方来。好高哦，从这个地方眺望我们的农场。嗨，我要神秘。哦，痛。欸，可以看到里面欸，以前还没有注意到，真的可以看得到。完咯， Alright，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咯，希望宝宝们会喜欢Slime Rancher Day 2， 我刚刚差点讲成 Pokemon Go 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 See you guys， Bye bye。